1526年前，中原腹地河南孕育了禅宗祖庭嵩山少林寺。少林古刹历经千年，见证了中华文明的兴衰起落，也塑造出了讲究禅武合一的少林功夫。独特的少林文化成为众多影视作品拍摄的主题。今天我们就开启一场探索之旅，揭秘少林寺的一天。哎，啊，严明师傅，您稍等一下，我马上就到少林寺上门口了。啊，谢谢。醒醒醒醒，张宝，醒醒醒醒，别睡了。严师傅，严师傅，对不起啊。严师傅，严师傅，抱歉啊，来的有点晚了。来了就好。三宝，别睡了，醒醒。你今天有一个任务，带这位老师去体验咱们少林寺的生活。三宝师傅虽然小，但是对咱们少林寺已经非常了解了，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尽管问三宝师傅。那三宝小师傅，咱们可这就一日为师啦。少林寺和尚可以大兴练武。少林寺是中国功夫的头牌 IP，经典的少林功夫电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龙的传人。少林寺里武功独步天下的绝眼和尚，倚天屠龙记里有三大神僧横扫屠师大会，天龙八部里扫地僧更是实战满血，这些令人记忆深刻的电影都给少林寺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今天本少侠就打入少林寺内部，带你们看看真实的少林寺是不是跟电影里那样。当然今天也少不了我们三宝小师傅。三宝小师傅，三宝小师傅，是不是电影里那样人都要睡觉了？电影中的少林寺，晨钟一响惊飞鸟，钟声就是少林寺一天的开始。那钟楼的钟声还有别的作用吗？哎，三宝小师傅，这就是少林寺传说中的晨钟吗？是呀。哎，三宝小师傅，那晨钟有什么讲究吗？晨钟，走，我带你去看看。师傅，师傅，你给他讲讲钟楼的讲究呗。啊？哦，对，师傅，您跟我说说晨钟有什么奥秘呗。晨钟，那么在我们这个晨钟当中呢，它会有晨钟暮鼓之说。那么平时在我们寺院早晚巡礼的时候呢，会提前鸣三下。师傅在平时讲法的时候呢，会提前鸣七下。在我们中午过堂的时候啊，它会闻十八下，啊，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个入堂钟。那么平时我们还常说呢，闻钟声，烦恼轻，这么去讲。烦恼轻。对。晨钟暮鼓无休时，今年坚守时不易。习武是少林寺影视作品中必不可少的内容。那我们这就去看看现实中少林弟子练习武功到底是不是电影里那样。少林寺，哎，三宝师傅，他们这是干什么？师傅们在跑山，他们为今天练功做准备。那他们这在热身吗？对，开始练功了。哎，三宝师傅慢点。少林一操功，方丈和尚经常教育我们，
千招会不胜一招绝，所以我们把每一个招式都给他练到一招之绝。想要练成功夫，就一定肯下功夫。真功夫不可能是心血来潮就能练成的，而一定是日积月累的坚持。三八小师傅，达摩祖师所创的易筋经是少林绝学中的绝学，是不是不传外人呀？谁说的？进来少林寺就没有秘密了，看，都在这。哇，这就是易筋经啊，还真没想到。若想练成真功夫，先要付出真功夫。少林寺的藏经阁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神秘的地儿。听说少林功夫的扛把子选手扫地僧就藏在这里。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到了大名鼎鼎的藏经阁。哇、哦、看起来略显神秘啊，进去看看。这么多经书啊，全是武功秘籍啊，这得多少年多少本呀。三八小师傅，这些经书你都学过哪些呀？等我把这都认全了，我把这些的书都背下来。师傅，这是什么时候年代的书啊？这书很早了，是很古老的书。师傅，您是不是就是传说中的扫地僧啊？喝喝少林水都能伸伸腿，人人都是扫地僧，但人人也都不只是扫地僧哦。阿弥陀佛。净在修为也无增，人人都是扫地僧。在电影中我们也看过不少所谓酒肉穿肠过桥的，那么所以少林寺的僧人到底吃不吃肉？佛祖心中留。三八小师傅，你平时最喜欢吃什么菜呀？土豆片。土豆片。还喜欢吃西兰花和白菜。虽然说都是素菜，但是种类非常多，而且吃着非常可口。听说少林寺的菜，所有都是少林寺僧人在菜园子里自己种的。那咱们这些菜，就是真的在菜园子自己种的吗？对，还不能浪费。还不能浪费。嗯。凭一碗素食斋饭。关于人生百态，朋友们，刚刚出了点小 bug。三王小师傅，你教我几招少林绝学呗？功夫可不是这么好练的。没事啊，我可以录下来，我好好研究。那好，你可跟好了。好，少林童子功。朋友们，刚刚出了点小 bug， 我把脚给扭了。不过这也正好给了我们一个去少林药局的机会，让我们去看看少林药局到底有没有所谓的神药。我早都跟你说了，功夫可不是这么好练的，跟都跟不上。
哎呦，哦，师傅，您快看看，哎，可算是有救了。行，我先看一下。哦哦哦，师傅，你这还有点严重啊，需要到医院拍个 X 片。X 片？我们少林寺不是有神丹妙药吗？您就别藏着掖着了，我都这样了。少林寺本没有神药啊，被人说的多了，传的多了，才有的。啊？药局自此平时帮僧人们看一下日常小病，严重一些的要到正规医院的。师傅，你还是给他看看吧，要不他连医院都去不了。好，那你可忍着点啊。啊！人间疾苦为百态，僧侣修行无例外。往下蹲，再往下蹲，再往下蹲。听说你脚今天扭了，怎么样了？没事了。今天真是谢谢二位师傅，真是不来不知道，原来真实中的少林寺跟电影中的少林寺区别那么大。哎，真希望有更多人可以认识到少林寺，了解少林的真正的文化，了解少林真功夫。对，让更多的人了解真实的少林寺，也是我们所期待的。与时俱进传承文化也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如果大家想了解真实的少林寺，欢迎大家随时过来交流学习，对吧三宝？对，正所谓一日为师，终身可以回答